立方。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嗨，好久不见。那你这文集要去哪里了？细德他们刚开新的一间店叫细德东京记录，他们邀请我去参观。哦，我以为你要去干架哎。啊，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还有干冰汽水，还有雪珠冰，然后还有可可乐，然后都非常的好玩。哦，啊，我可以去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。